第十九题，若物体在甲位置，则屏幕该怎样放，才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清楚的像？我们晓得，物如果在无限远，像在焦点；物在两倍焦距，像在两倍焦距。所以，东西如果放在两倍焦距外，成像会在焦点跟两倍焦距间。所以我们甲是在两倍焦距外，所以成像要在焦点跟两倍焦距间。所以我们答案的 A 跟 B 呢，可能是对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在两倍焦距外呈现的是一个缩小倒立实像。那么我们放在甲是朝上的，那么像就会倒立，会朝下，所以我们要反过来放。所以甲是位置朝上，那屏幕就要朝下，因为它呈现的是一个倒立的像。所以第十九题问我们说，则屏幕该怎样放，才可在屏幕上看到清楚的成像？我们答案呢，要选的是 B， 要放在焦点跟两倍焦距间，同时要是倒立的。